王一博的粉丝都是用来背锅的。你会叫你的粉丝雅马哈？对对对对，这就是你对粉丝之间的一个昵称是吧？对，他们自己起的吧？他们自己起的吧？实际上，叫他们雅马哈，雅马哈吧。跟大家分享一下苦改是为什么？他们觉得我内心可能是个苦改吧？实际上，王一博是苦改，用一款零食形容自己。鸭脖，鸭脖，为什么？这个应该他们都用不好，因为脖子可能比较长。实际上，王鸭脖，王鸭脖，王鸭脖，王一博节目当中自称王鸭脖啊。我没有天天感慨不会是我，是粉丝自己乱想，粉丝自己乱想的。实际上，It's me。